highlights of the news this Thursday. Traffic accidents. Beaver County man being held for murder. More labor.我们刚刚去买了，就是 San Francisco 蛮有名的 bakery， 然后原本说好就是我们只要点一个而已，然后最后就变得买了三个。这个是什么 ？Lemon cream tart。Morning roll。哇，这个真的看起来很好吃。刚刚去买完那个蒸煮单，对，蒸煮单后，然后我们就现在来那个宠物急诊，因为 Bougie 来到家之后就开始有点不舒服，然后他刚刚还吐了两次，所以我们就先来带他看医生。可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轮到我们，就是刚刚已经 check in 了，可是好像还蛮多人在前面等的，所以不知道要等多久。带狗或带小孩出门好像就是会遇到这种事情。不只知道要去 vet 了，所以他开始在那边躲。去吃饭。刚刚去买了车轮饼，我先吃 custard 的。另外一个地方来吃韩国炸鸡，就是看蛮多人推荐这一间的。哦，上次有吃过这个，对不对？对对，这什么的？其实还蛮喜欢，就是 COVID 期间，然后餐厅现在都把它移到室外可以用餐，就是可以晒太阳。
是很不错。嗯，然后因为其实没什么人在外面吃饭，所以我们就选了在他们餐厅外面用餐。给你们看，他那个户外座位都做得很好，然后都没有人，而且应该是说现在也是下午3:30快4:00吧，所以也不是什么用餐时间，就没有什么人。然后我很期待吃他们的炸鸡。看起来好好吃哦。他们点了什么？我也忘记我点了什么。干杯，干鸡。到。这个冰淇淋的 waffle cone 超好吃，就是跟一般的 texture 不太一样。Hello， 大家，今天湾区很冷，就好像就只有我们来的第一天那一天很热而已，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气温就开始一路往下降，然后今天也才15度，然后还有点风，所以就凉凉的。还好我就是有带这个长袖外套，然后就薄薄的这样子，所以可以就是冷的时候穿。我们现在要先去帮 Bougie 买食物，因为他昨天去看完医生后，就是医生有说他有呼吸有一点问题，所以要吃药，然后我们要去帮他买那种比较清淡一点的食物。然后因为现在我们在旅行嘛，所以就也不能自己煮那种稀饭跟那种鸡胸肉而已，所以我们就要直接帮他去买那种现成的。然后我们有找到一间，然后西雅图也有一间这一间店，所以我们就打算去那一间，因为比较熟悉一点。我们刚刚去买这个，是这样。对，我也在这里记得心情。看多了解。我们点了10个东西，这好像是什么？猪肉水煎包还是牛肉的？然后还点了好几个，就是榴莲酥，应该是虾饺还是什么肠粉之类的。然后。这个我忘记是什么，反正有几个都是榴莲的 dessert， 然后我觉得很难见到，所以我就点看看。然后这是虾饺，然后还有蛋挞，然后这是什么？应该是流沙包那些东西，然后烧麦，对，这应该是什么奶黄包，然后最后一个那种韭菜虾饺，是不是？还蛮好吃。会给的。嘿，是 durian。我们刚刚去了日本超市，然后日本超市没有看到什么东西，所以就没有买。可是我们有看到有一摊在卖那个 Moji Donut， 所以我们又买了一个来试试看。天，我好黑哦，看不到我自己。我们现在又到另外一个超市。只是刚好经过，原本要去买那个泡芙，可是泡芙店没开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我们就经过这间超市，想说进来看一下。然后好像是那种阿拉伯超市，第一次逛阿拉伯超市，觉得蛮酷的。甜点哎，这有点像豆腐。他们有些面包看起来蛮好吃的，像是这个。还有那一个，我们又来买初店，太好喝了，所以又来买。我们回到饭店呢，然后刚刚都忘记拍，所以我们刚刚就是买珍珠丹的饮料，就是跟朋友一起在湖边散步遛狗，然后还有喝珍奶。然后我们今天其实也没有什么行程，所以我们就是。还有去了一个重复的行程，就是那个 Stanford 的那个 shopping mall， 然后我们就买了2个东西。我买了一件裤子，然后我还要买了一双鞋送给 Michael， 因为其实在过没多久，就是我们两个人结婚1周年，
所以就是买给他的那个周年礼物。对，给你们看一下我买的米白色宽裤，是这一个牌子的。我的白色裤它长这样子，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出来，而且我觉得它版型很好，因为有些宽裤就是会边边比较再宽一点，然后让你屁股看起来更大，但这个没有，这个就是很顺着下来。然后呢，明天就是没有，今天晚上就是我们最后一天在湾区的最后一个晚上了，所以我们明天就会出发前往洛杉矶。对，然后我们会在那边待一个礼拜多。